既然姐姐已经做出承诺，那就不能再后悔。谁啊？哦，原来是他啊。不仅认识，我们还很熟。曼特乔是我在翡冷翠艺术学院读书时的前辈，我们以前曾在一起画画。应该说 Z 的话一出，他就猜出是我。啊，关系嘛，其实一般。曼特乔个性比较纯粹，除了绘画别的一概不关心。之前我要回未名室的时候，他还跟我大吵了一架。他认为我离开翡冷翠回到未名室就是背叛艺术。不过他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画家，我回来这么久，他的画技应该更上一层楼了吧。当然要去，而且我们不用跟一大群人一起欣赏。未名氏美术馆知道曼特乔是我的校友，特意送了两张开幕前的票给我，时间就在明天，有空吗？那为了明天我们能一起出发，姐姐今晚要不就留下来吧。没什么，只是最近有点累，不怎么想画画。真的没事，绘画作为艺术创作，有时候就是这样。不用太担心，等我想清楚就好了。
那我送你。怎么了？你好像不是很喜欢。确定，这不是爱屋及乌吗？那接下来，我介绍一下这些话吧。看来在我离开翡冷翠后，他的绘画技术更加成熟了。啊？那是不可能的，我们最多算旗鼓相当。如果是以前听到你这样的评价，我一定深感荣幸。曼特乔，好久不见。是好久不见了 Marius， 我对你很失望。我做了什么让你失望的事吗？你离开翡冷翠之前曾经答应我不会放弃绘画，可你回到未名氏后又创作了多少画作，不足以前在翡冷翠的十分之一。而且你一个月前在翡冷翠展出的作品，从构图到内容完全背弃了伦勃朗。你知道翡冷翠艺术界现在怎么评价 Z 吗？怎么评价？他们说天才画家 Z 已经江郎才尽，无法再在绘画上有所造诣。没想到翡冷翠那帮老学究批评起来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客气。不是他们不客气，而是你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绘画上。 Marius， 你为什么不能像当初在翡冷翠一样一心一意只为绘画而活？你指的一心一意为绘画而活，是让我放弃一切只留在纯粹的艺术世界中？这样不好吗？Marius， 你身上背负了太多世俗的东西，他们阻碍了你的艺术发展。回来吧 Marius， 趁现在还来得及。谢谢你的建议，曼特乔。不过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况且你也知道，我不喜欢被人干涉。恭喜你举办了巡回画展，既然你不能理解我的选择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哎，怎么样，有没有受伤？曼特乔，我们的绘画理念已经发生了分歧，而且我并不打算妥协。那我们以后恐怕也没有见面的必要。希望你在未名氏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。好吧。
Barrows， 如果你一意孤行，我会用自己的方式让你回来。悉听尊便。对不起，因为我害你差点受伤。啊，我没有生气，只是有点……曼特乔他虽然是绘画天才，但不太懂人际交往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合理的社交距离。如果我不对他明确地表示拒绝，到时候受伤的可能不止他一个人。陪我回画室，好不好？有段时间没画了，今天突然有了灵感。这有什么好在意的，他只是关心 Z 而已，而且从他的角度来说并没有说错。不过虽然灵感有了，但我现在还差一个模特姐姐。你姐姐你就答应我吧，你看我都被骂成什么样了，你不是应该安慰我吗？虽然不在意，但还是会有点伤心。看我看得这么入神，是不是被我迷住了？不，恰好是你的睡姿给了我很多启发。不过画作还没有完成，我晚点再给你看。好困啊。那你陪着我。哦。好啊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哎，先别走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谁说不是呢？可是一般人哪里在乎这些啊？
哎，据说现在已经有不少记者堵在合影门口，试图打探消息了。你要不还是赶紧联系一下陆总吧，我想他看到这些东西一定很难受。喂，是我，还没忙完吗？好，那我去接你。啊，怎么了？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在家里等你回来。欢迎回家。哎，出什么事了？表情这么严肃。说我是靠我爸贿赂翡冷翠艺术学院高层，才把我这个纨绔子弟送进这所世界名校。哦，原来你刚刚进门就一脸沉重，是为了这件事？这种小事你根本不需要放在心上。这种状况我早就习惯了。别想这些不开心的事了，你想不想知道我在翡冷翠时的生活？现在这种时刻，我们担心也没用，就把事情交给合印的公关部吧。而且，由本人独家放送的翡冷翠密室，你真的不好奇吗？嗯，无论你问什么问题，我都会毫无隐瞒地告诉你。确实有其他原因。翡冷翠艺术学院是一所只为艺术而生的学校，大家都以追求纯粹的艺术为荣。在那里，个人的身份、家族的背景都会被淡化，有时候甚至还会因此而被质疑个人的能力。当时我顶着陆家二少爷的身份，在翡冷翠时还颇受排挤。一开始我并没有那么想，毕竟还年轻嘛。我首先想到证明自己的方式是搬到翡冷翠艺术街，跟穷困潦倒的艺术家们住在一个屋檐下，美其名曰深入艺术家的日常。当然不同意啊，父亲还警告我，要是再胡闹，就把我押回未名室。后来啊，我就放弃了。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只能看到，或者说在意一个人的某一方面，而忽视掉其他的东西。所以
既然无法向所有人证明我的决心，那就退而求其次，只向自己证明吧。因为这一点，同时也是出于对我母亲的纪念，我最后决定用自己的身份绘画。那个时候我只是想着，如果是 Z， 那不管是对于翡冷翠还是普罗大众，他都是一个和陆家二少爷完全切割开的人。至于之后的事，你应该都知道了。 Z 成功了。对了，那之后为了以示决心，我还徒手在耳骨上扎了一个耳洞，用这种方式来反抗翡冷翠和父亲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的我好像还挺傻的。这个外表嘛，和现在差不多，不过头发要长一点，可能会更瘦一点吧。一开始我吃不惯翡冷翠的食物，眼神可能也更凶一点。你可以想象成一个自以为是的青年。有点疼，不过我很高兴，因为这种疼痛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。那时我站在镜子面前，审视着镜中的自己，看到的只是陆家二少爷。但当我把耳钉扎入耳骨之后，镜子里的人就是 Z， 那个为了绘画一心一意的画家 Z。 他可以不受任何约束，肆意地追寻自己想要的一切。不疼了，这种小伤口根本不会疼多久。既然姐姐已经做出承诺，那就不能再后悔。是啊，太可恶了。所以在何印公开澄清之前，你可不可以暂时收留我呀？现在我家门口一定蹲着很多记者，富二代的丑闻嘛，大家都喜欢看。不用，那些东西温辰已经帮我送来了。
大概是你到家前5分钟。没有啊，我是真的有困难。实在不方便的话，我叫温晨帮我订酒店。好，那我去整理一下东西。但愿吧。看来舆论背后推手的目的，就是为了逼迫我承认自己的身份。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曼特乔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，在他眼里，没有比绘画更崇高的事情吗？可能是 Z 最近的画作都让他很不满意，所以他才会用这种方式来逼迫我做出选择。曼特乔还是太天真了。就算我承认自己是自己又如何，结局不会有任何改变。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。应该不会，我去看看。别担心，是温晨。二少爷，我查到了在幕后诽谤您的人，就是正在未名市举办巡回画展的画家曼特乔。你查得还挺快。您早就知道了？也不算早，刚刚看直播时猜出来的。温晨，这件事接下来我会亲自处理。好，那二少爷需要我做什么？你先去联系媒体，告诉他们下午我会亲自主持见面会。是所有未名氏的媒体？对，阵仗越大越好，然后再去请几位美术界元老级的艺术评论家也一起参加。不一定要请那些与陆家有交情的，但一定要请那些有真才实学、性格刚直的前辈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不用追究法律责任。曼特乔的行为虽然给我带来了困扰，但他的本意并不是想伤害我。所以，我并不打算采取法律的手段，我会用别的方式向他表明态度。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，好不好？
本来还想跟姐姐一起独处几天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离开了。真的吗？好，那我一定尽快解决这件事，争取早点回来。等我回来。小姐，我是曼特乔，很冒昧打扰你。我很快就要离开未名市了，希望能在走之前跟你见一面，为我上次的鲁莽而道歉。其实我还想跟你聊聊关于 Marius 的事，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。太好了，那我就在 CBD 附近的咖啡店等你。小姐，谢谢你来赴约，上次在美术馆冒犯到你，我十分抱歉。我看得出来 Marius 很在意你，相信他对你的劝告一定不会无动于衷吧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你能够劝他放弃世俗的东西，重新开始绘画。那为什么自己最近的作品会这么糟糕？以我对 Marius 的了解，这不是他应有的水平。他的天赋和才能被日复一日的无聊琐事所消磨，他的行为完全是在自毁前程。可你怎么知道 Marius 不想抛弃一切枷锁？我知道陆家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族，但 Marius 并不是一个喜欢循规蹈矩的人。小姐，恕我直言，你似乎对艺术所知甚少。这样的你，怎么会与画家自己产生灵魂上的共鸣？有点事情路过，正好看到你，就进来了。曼特乔，以下的话，我只说一遍。无论是绘画，还是回未名氏管理合印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没有人可以逼迫我做任何事，不管是你，还是我的父亲。我做出的选择，从来都不会后悔，也不需要无关紧要的人来提意见。Marius， 我是为你好，你的天赋不能这样浪费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但请不要再过多关注我的天赋，否则，你知道我会怎么做。
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既然都结束了，我们回去吧。等一下 ，Marus， 你为什么那么抗拒成为 Z？ 跟我来。为什么要去见曼特乔？可我看到你在咖啡店被他问得哑口无言时，很怕你会被他说服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人会把天才艺术家看得不同于常人，认为他们的眼睛看到的世界跟其他人不一样。但其实，天才艺术家也是人。比如在恋爱中，其实就是两个人彼此相爱了而已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就像我们现在这样，脑子里想的事情也都是普通男女会想的那样。姐姐，再当一次我的模特好吗？醒了，小心烫。这是我特意为你画的，名字就叫《沉睡的恋人》，喜欢吗？哪里不一样？
没错，以前我学习伦勃朗，十分注重光线的明暗变化。这幅画中虽然也有光线带来的视觉变化，不过我加入了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而且我还在里面藏了一个彩蛋，要不要找找看？你怎么那么快就发现了？我本来还想等你找不到求助的时候索要奖励呢。暂时还没想好，等我想到了再告诉你。他虽然很懂我的话，但他并不了解我。 Z 不会一直满足于小伦勃朗的称号，这种跟随者的角色从来都不适合我。我本来想等新风格得到翡冷翠的认可后再告诉你，可惜结果你也知道了，翡冷翠现在并不认同，他们比我想象的更加固执。对，幸好有你。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翡冷翠那群学院派一定会后悔自己的话。毕竟，我可是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个拥有独立风格的画家。那当然了，我还留了证据呢。我求之不得。啊，可爱，明明是帅气，好不好？自画像，当时我的美术老师让我画一幅自画像，他建议我对着镜子或者照片画，但我觉得那样太普通，就画了窗户上映出来我正在画画的画像。从某种程度而言，沉睡的恋人是他的完成版。当然是表扬我呀，他还告诉父亲说我很有绘画天赋，所以从那时起，我就觉得应该在艺术上保持自己独特的见解，而不是人云亦云。那是当然。什么东西？好啊，你帮我带。别怕，我会稳稳抱住你的。你看，这样你帮我戴耳钉，不是方便多了吗？
不动。我还没问你是什么时候准备的呢。为什么？从小到大，我有很多身份：陆家二少爷，陆元熙的儿子，陆景汉的弟弟。我的一切都是陆家给我的，所以因为那些贴在我身上的标签而带来的不便，我毫无怨言。但在我的内心深处，还是渴望有人看到独立存在的陆景和。我以为在翡冷翠可以做纯粹的自己，结果陆家二少爷的身份竟然成了阻碍，于是我又不得不抛弃这个名字，用自己的身份来画画。我本来已经习惯了这一切，准备永远带着各种身份和面具活下去，但是你的到来让我不由得起了贪念。我开始期待你抛却我身上所有的标签，只爱那个原原本本的陆景和。而且你给我的远远超过了我渴求的。现在该我帮你带了。早上好。看你的样子是刚刚洗漱完。哼，果然被我猜对了，难怪之前你一直没接我电话。其实我是想告诉你一个普通的好消息和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我想先说哪个？姐姐，我发现最近你真的是越来越会拿捏我了。那我就先说普通的好消息吧。今天早上我终于完成了一幅自画像，感觉还不错，所以我迫不及待的想第一个分享给你。至于另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嘛，你还记得之前你当我模特时画的那幅沉睡的恋人吗？他最近在国际比赛中获奖了，应该是艺术界准备接受我新风格的一个信号。虽然离我的目标还很远，但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成就。所以我可不可以向你索要一个奖励以示鼓励？我想要什么奖励？这个嘛，其实我计划为沉睡的恋人画系列作品，还缺一个模特。不知道我眼前的这位小姐姐愿不愿意当画家自己唯一的专属模特呢？等一下，先别回答。这个答案，我想听你当面告诉我。我现在就去找你，好不好？你点头了，那我马上出发，等会儿见。